级汽车。花园大道，哇，公园里的花好漂亮呀。雪莉，我们一起和小花拍张照吧。好呀。怎么消失不见了？哇，小花，让我问你香不香？怎么回事？小花们，来喝点水吧。是有人把花都偷走了。是谁呀？是我，麦特博士。我要让整座城市的花都消失。去吧，我的鼹鼠车们。原来是你们在捣乱，可恶的鼹鼠车。我得想个好办法。有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发生大事了。我今天早上起床后吃完早饭想去花园里散散步。妮娜，你快说重点。重点就是城市里的花都被鼹鼠车偷走了，我需要大家的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。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消防车喷喷水，让我们把你抓到。大大胆子一二三，对着东东挖呀挖。大大水泡快发射，对着东东喷呀喷。大大轮子跳高高，对着东东踩呀踩。小猪小狗变小猫，完美配合抓住你。哦，还有两辆鼹鼠车，继续行动。向下发射水炮弹，大水大水哗啦啦，小偷全被出出来。可恶的鼹鼠车，这就是你们的下场。花园里少了好多花呀。没关系，让我们一起把花园变美吧。愤怒的蜜蜂，
嘟，你在干什么？麦嘟嘟，乐嘟嘟，你们来得正好，这儿有好吃的蜂蜜。哇！麦嘟嘟，你快点，我要坚持不住了。再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就碰到了。许多蜜蜂，请求帮助。好的，别担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火箭赛车，旋风。飞天救护车，安琪。巨无霸大货车，斑斑。超级汽车出动。飞呀飞呀飞，飞呀飞呀飞，是谁受伤了？看我的，别哭别乱动，我来帮助你，伤口不疼啦，不疼啦。把蜜蜂引开吧，没问题。一起吹蜜蜂，让蜜蜂跟我们来到安全地方。一起捉蜜蜂，把蜜蜂圈困住，别让它们飞走。这些小家伙们好像不太听话。哟，我被困住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了，蜜蜂最喜欢花了。斑斑，我来救你。小花香香香，蜜蜂好喜欢。来追我吧，来呀，跑呀跑呀跑，跑呀跑呀跑，加速向前跑。左边嗡嗡嗡，右边嗡嗡嗡，蜜蜂越来越多，太多了，旋风快过来。引擎轰隆隆，大车轮转呀转，突然改变方向。车门快关上，我肚子嗡嗡嗡，哟吼，任务成功。是蜜蜂又来了吧？快跑！啊！迷你车大追捕。早上好啊，贝勒虎。嗨，雷克警长，你是来体验升级的吗？没错。快进来吧。是这里吗？嗯，这次的升级能让你的车身变得更加坚硬。哦，哦，看起来太酷了。雷克警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来吧。这是怎么了？我好像按错了。贝勒虎，我怎么变得这么小了？
雷克警长，真对不起，这次的升级失败了，三个小时后你才能恢复原样。哥哥，快来，我收到了求救信号，快走。大家发生什么事了？贝老虎，我们的珠宝和金币都不见了。你们有人看见小偷吗？我看见了，是一辆很小很小的汽车，它还钻进下水道。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车呀？嘿嘿，没想到吧，那可是我的新发明迷你车哦。嘿嘿，我要偷走所有的珠宝和金币。哼，又是麦特博士在背后捣鬼，我要让他知道偷盗是多么错误的事情。我今天也是迷你警车，贝勒虎，我还需要一些帮手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跳跳出租车，妮娜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急速赛车，旋风。超级汽车出动。我还是第一次变得这么小，感觉好奇妙呀。大家做好准备，开始行动，来吧。下水道里好多路呀，迷你车在哪？你走这边，我走那边，分头找一找。目标出现了，站住你别跑，绕了一圈又一圈，好像迷路了。地上地下每条道路我都记得住，一直向前走啊走，就找到出口。我们会被水冲走的。那儿有个开关，看我的，看看这个车呀，左边右边表演，转一转车轮，麻烦姐姐啦。雷达滴滴滴滴，车灯闪闪发光，目标在前方，我来抓住它。引擎轰隆轰隆，看我加速加速，车轮快转动，向前冲冲冲，我是最快的旋风。左边右边堵住，没有退路，快发射大王，把目标困住。我的珠宝全找到了，我的金币也都回来了。又一次完美解决了问题。不对，我认为不太完美，你瞧，我们还没变回去呢。我可不想一直当迷你赛车。现在很完美了。伤心的美食车。你的甜甜圈，谢谢。你的草莓冰淇淋。这样。我最喜欢的巧克力蛋糕还有吗？你很幸运哦，旋风，这是最后一个。太棒了，啦啦啦，好开心呀。原来大家吃到美食会变得很开心。既然这样，我就发明一个伤心美食车，只要吃了他做的美食就会变得非常伤心。美味蛋糕，免费品尝，免费品尝。蛋糕，免费。我要一个，让我尝尝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
边在卖什么呀？啊！阿布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我就是很想哭。大家怎么都哭了？除了那辆汽车。等一下！呼叫指挥中心。哥哥，门外有个包裹，里面装着蛋糕哟。有情况！贝乐虎，看辛苦，不好了！怎么了呀你？你快看，大家都在哭。开心虎，你怎么也哭了？我吃了这个蓝色的蛋糕，就忍不住想哭。没错，就是这个蛋糕。我还看到了一辆奇怪的美食车。又是麦特博士的诡计。哼，他太过分了。美食应该给大家带来快乐。我们要让大家快乐起来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梦幻美食车纳米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请给我剪个帅气的发型。没问题，保证让您满意。阿啾！已经剪好了吗？我的头发！北极熊先生，真对不起啊，我这里有一顶假发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只能先这样了。我的假发！是谁乱丢垃圾呀？不要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我的头发长出来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呀？这太可怕了。
哼哼，这些都是我干的，我是哈哈怪的表哥猫毛怪，他是来帮我报仇的。地球马上就是我的了，哈哈哈！你别得意，开心虎，让我们和超级汽车合作，打败他吧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分类垃圾车蓝红灰绿，超级汽车出动。猫猫怪来到地球搞破坏搞破坏，没有人能阻止我，猫猫炮弹最厉害，把你们变成猫猫怪。小心小心猫猫怪，别过来，猫弹都乱发出飞，危险危险，快躲开，救救我。姐妹们，该我们行动了。街道街道扫一扫，公园公园扫一扫，猫团猫团全扫掉，一袋一袋大包包，加速加速洗一洗，用力用力洗一洗，猫团猫团全清理，城市城市变还有很多毛毛蛋，继续攻击。我的头发怎么办呀？北极熊先生，看我找到了什么？我的假发，太好了！你们今晚有空吗？我想邀请你们参加我的演唱会。